这条约不行啊！哎呀，那是你不签订，叔，你跑回来干啥呀？来来来，这爱情啊，就是约会、拥抱、亲吻三步走，您琢磨琢磨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刚才我看着那滚刀肉，你跟他相处挺累呀、啊。累我不怕，我就怕没有安慰，我怕大伙笑我。这几十年，我连一句悄悄话都没听着过，我就是想累死，我都没有机会。我说不行啊，你说我都真大岁数了，看啥都看不清楚，万一亲眼皮上去。那您年轻时候就没亲过，我就不信了。他外边是不是有人了？他呀，死球球那个样，谁能看上他呀？他有点精神了，就是虐我，折磨我，钝刀拉脖子呀，那叫我。我这一辈子就有一件后悔的事儿，我后悔我当初为什么跳上他那挂大马车了。行了，专家，